会考，那比较难的是期货交易理论与实务。我们这门课主要是在讲一些，那我上课的东西就是让你们啊，就是一些基本的概念和收集资讯的人啊，就是资讯。你玩手机就是被人家一直收集资讯啊，就跟是被人家学会一样，你不知道，人家就是要利用你啊。哎，那个像第一题啊，我们上课会讲这个基差，什么叫做多头避险、空头避险？刚刚已经有讲了多头避险、空头避险。你担心房子有没有继续涨上去？你现在呢就是拿一招多头避险，那。建商他担心以后房子盖好，或者说房子大，他就要跟你签订的空头避险。啊，卖的话叫空头避险。那这个呢，我们后面再讲。那我们现在先看这一个哈。我上课就是像这个时候，你就在做笔记。我给你的保护应该就是你至少知道要什么基本的基本的基本的啊。那个利率期货哪一个不是？最明显的就是美元指数，我刚不是有讲美元指数跟美元啊，美元的压单的市场，我们上课都要，就都会用到这些商品啊。那像第三题的话呢，就一样啊，就是三个月的一年啊，中油公司，那这题答案也是很容易，一年啊，一年有四个三个月，两年就有八个三个月，所以这题啊就是八，所以我跟你讲，这题目更难。你现在我们现在还没上完课，你很快开始吧，很多题目也开始吧。那在第四题的话就很简单，就是愿意你客户愿意客户，对吗？他为什么跟当时客户是你承担？啊，所以这题呢也是一样，你开始吧，就算你没有上课，你也开始吧。回来看一下第一题，啊，多口跟正向，多口就是买。所以多跟正都有起来，所以这题如果你们猜的话是猜好 A 好，可是我们上完课你就会更了解，我们上课就会介绍这些名词啊，什么叫正向市场，什么叫做基差，好，都是我们上课要关于基差好很多。好，现在看一下第二个，欧洲美元是属于什么期货，利率类期货啊，它是现金交割。好，这一题呢，好，也是答案好，好，现金交割。我们看第七个，同市场之间价差交易就是不同月份，不同月份，好，时间越久，你要付出的成本越高，持有成本，好，这个叫做持有成本。就好像你为什么要去买黄金，黄金期货？就我们讲的整个周期嘛，所以说你讲多一个黄金期货，多一个跟期货的多的现金交割。
等等的话，这门课就是在讲这些观念哈。那第八题，多和互惠。我刚我讲了，多和互惠啊，就是你前面市场超市要看啊，多和互惠就是增加很强啊。先慢，后面呢紧张就是慢，前面慢，后面紧张就是要慢啊。那个对这个呢，第八题是 A 哈。那我们现在第九题，第九题的话呢，就是讲这个哈，那个欧洲美元哈，老师答案好了。答案是西药，这个我要把它移过来啊、哦，是西药，不是西药。等一下我会讲啊、哦，这个我会讲，这样你自己去。在这样你要发，你要找答案，你通过这个人到题目上来。这一题就是这样，今天我们提到就是这样，这里面这样难题，不用难题，只要你有题。所以我就说，只要做最后一条题就够了。好，那我会把题目刚刚讲的这些，你再做一次。好，我平常考我的英语，你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在这里呢，我们应该就是跟那个他们那边跟你们讲，就是这几个考试里面，对哈。然后我们看一下下一题啊，下一题也是我们上课要讲的，大家都共同答案就好啊。那接下来呢就是说，那个说维持下挫哈，维持下挫是啊，卖金卖金黄金的话，维持下挫。那这个那个也是啊。你们讲到我讲一下，你们讲我们也是到我讲一下啊。其实是有一个问题的啊，哪一种人啊？因为你运气大啊，都用到你了啊，到啊，这个呢，你会买权，一定是有人跟你卖啊，这个是高手。这个运气呢，干嘛？是的，是因为你运气不好。那如果说呢，你去买卖权，是运气的大吉，你运气不灵，啊，这个慢，我就是说嘛，慢，啊，这个慢，这个叫慢，后者啊，后者叫慢权，后者叫慢权。所以运气呢，你是。这一条最后提到的是什么？认为黄金可能维持下挫，啊，维持下挫，啊，维持下挫。如果维持下挫，因为你卖的人你收到了你的资金，下挫是不是这个？
或者是假的，一定是假的，你知道？所以假的，比如说你看，就是啊，他这个你这个同事中间啊，要讲，反正你这个这个的话怎么样？这个这个啊，这个是讲的这个东西可以怎么样？这个用的效果，他这个什么的，嗯，你这个是那个嗯。打死我们了，你们就是这个操作，你们就是啊。然后呢，不要去电脑报名，电脑报名马上就报名，不要电脑报名啊。这个我后面讲到这边，我会详细的去做投影片，他会讲的更清楚啊。